早會度過過俾你睇咧，但係未過過之前，上有冇同學仔知道係咩？有冇？即係上網睇過啊，知道啊。其實我而家成日可以重複嘅，咁簡單啦，咁少少講少歷史啦，就係、是、我哋依一派就文台嗰邊冇出嚟嘅，咁就都係叫司令啦，咁就咁司令裏邊就有印尼啦、文萊啦、新加坡啊、越南啊、菲律賓等等等等啊，咁歷史嘅嘢就留翻講啦，我就講下。OK， 咁簡單啦，咁今日主要都係介紹印尼同埋菲律賓先嘅，咁介紹咗印尼冇上咩嚟先。因為武術裏面有啲唔同嘅手法嘅，咁我而家同阿周就示範啦。譬如可能你遇到有人衝埋攻擊你嘅情況啊，呢啲情況大家都要注意翻，一啲唔同嘅動作。係啦，又或者喺度近身嘅話，到一落到地下就可以做唔同攻擊啦。又或者對方攻擊我嘅時候，可以做一個鎖，將佢個人鎖住咗，然之後落地。做一連串嘅反擊動作。OK， 跟住啊，當有時打嘅時候見到好近身，或者攬住人，或者俾人攬嘅情況下，可以去做一啲關節技啊，去做一啲近身嘅動作。哦，咁最後啊，我睇下邊度靚仔靚女先，可以掉佢過嚟你哋嗰邊嘅。即係若果有部長的話，就當呢個動作一旋轉嘅話，有部長一旋轉就可以掉佢過去。做一個 self defence 嘅智慧動作啦。咁喺印尼武術嚟講，除咗呢個手法之外，係有啲其他唔同嘅武器嘅。咁第一個武器就係知咩嚟啊？刀嚟嘅。你識用嘅手法其實基本上一把生果刀啊，或者菜刀都用得嘅。OK， 咁對方可能咁嗰日佢落你黑，可能有玩過武術嘅都可能知道腳嚟嘅時候，一係咁樣擋。咁若果你揸住兵器前排，喺印尼武術嚟講，就會一連串嘅攻擊，甚至你反擊咗之後再去繼續去攻擊。哦，咁若果對方打拳啦，你揸住把刀就主要都係介你啲要害位啦。OK， 咁其次啦，咁可能話喂對方亦有兵器嘅情況下。咁我可能做一個 self defense， 呢個其次，我再發刀其次 ，OK， 拉過嚟就OK， 咁可能話，若果我手頭上冇兵器嘅話，咁同樣都係你練習過嘅手法。喺呢啲 moment 你攞咗把刀，係啦，其次呢度 ，OK。咁叫做 karate 啦，即係歐刀，好似啲虎爪或者鷹爪嘅兵器嚟嘅，得唔得？咁佢特性就係個圈去弧度嘅，兩邊有啲印嘅，即係兩邊都有刀印嘅，有啲就得一邊嘅啫。我哋咁用好簡單嘅嘢，用簡單練翻去練習下手頭上嘅手法，放長啦，縮短啦，咁樣用嘅。哦，咁若果對方我遇到攻擊啦 ，OK， 咁呢度 KO 咗佢之前，咁拉屎擺咗喺度，撳住手指，想象下，明唔明啊？哦 ，OK， 哦，咁其次啦，對方可能一打完呢度 ，OK， 咁頭先話放長，縮短有咩用咧？就呢度勾住咗佢 ，OK， 係，咁佢就唔會變化啦。冰沙。OK， 咁跟住咯。OK， 吸完之後對方可能就還擊啦。哇！咁呢啲情況可以繼續攻擊啦。個圈嘅目的就係俾你攞嚟鎖住佢手指。呢啲情況要攞斷佢。其次你可以變咗去做一個鎖落地。OK， 咁放長放短，等於拉長咗個兵圈。可以嘛？係。我知道呢啲嘢啲印尼嘅人會有條斜咩帶落嚟做乜嘢咧？其實係一個攻擊嘅武器。即係好似等於你斜咩袋啊、書包啊，甚至你帶落嘅都係類似嘅啦。好，咁用法其實係點樣用嘅？即好似你沖完涼或者去完游泳池啊，就帶毛巾啦。當俾人攻擊嘅時候 ，OK， 擱粗住佢先。咁呢啲其實可以一個攻擊，得唔得？係啦，你中意打咁批咩又得，點都得嘅。哦，咁其次啦，咁呢個動作最大特色係可以用嚟做鎖嘅。咁
得走出去嘅話，就呢度可以攞走定，呢度可以鎖嘅，令到佢窒息嘅。好，咁再者啦，可能工具下盤位一抽，呢度落到地呢度可以攞住佢嘅啦。其次攞呢度。你咁樣攻擊佢就唔得嘅，要毀滅咁樣嘅。好，咁頭先我哋用法都係打斜啊嘛。咁如果唔攞出嚟用嘅話，咁咁樣用有咩方法可以做一個 set defense 咧？可能佢都諗緊。OK， 入咗嚟嘅話，呢度 lock 住咗佢，拉佢落嚟啊。呢度可以鎖佢啦。OK， 再嚟個。我唔玩啦，走翻出嚟，一卷卷卷卷，呢度可以攻擊佢啦，誒拉一卷，呢度可以做鎖啦 ，OK， 甚至呢度落地 ，OK， 打擊落去，有個頭部落地下嘅，咁，好，咁其次啦，咁呢一種動作咧就好似俾人鎖住咁樣，應該見過啦，睇電視嗰啲，俾人鎖鏈咁樣鎖住。鎖鏈咁樣，千祈唔好犯事，好似我咁啊。OK， 咁呢個動作可以點樣用嘅咧？譬如兩手咁樣綁住咗，得翻兩隻手喺度啦。咁對方衝埋可以做一個鎖嘅，係啦，對方又再攻擊我 ，OK， 咁放咗佢，佢一起身呢動作 ，OK， 咁其次對方又再攻擊我，可以去另外一啲動作。當你一條鐵鏈嚟講，打落頭部會攰啲，或者打落隻眼度。平時呢度可以做一個落地啦，甚至同樣一個鎖佢條頸嘅一個反擊嘅，得唔得？咁跟住啊，如果對方有輕嘅情況下，咁我點做呢？即係可能對方一攻擊我，OK， 佢完佢有啲情況下落 control 住佢之後，佢可能反擊。大咗佢先 ，OK， 唔算攻擊佢，呢把刀飛走咗嘅 ，OK， 再者啦，跟住之後就可以我捉住佢，又係做一啲鎖鏡嘅動作啦。好，咁另外啦，又係對方可能又再攻擊，咁我佢再還擊啦，呢度擋咗，停咗，唔好大啦。OK， 咁可能突然間又打拳 ，OK， 個動作就向下咗做一個攻擊，即係開頭本來我企咗起身嘅，而家就落咗地下，咁當我踩住咗佢，再向前，我一走啦。咁呢啲情況下，你就可以衝埋。